我等一下。没看你这个口。哇，我好矮呀、啊！我。怎么显得第一次显得这么娇小？看到了吧？看到了吧？看到了吧？好娇小啊！1.80米左右，1.77米，他1.77米。嗯，小鸟依人。这女人化妆太厉害。这就是情商不高的表现，快去骂他！不是你们男的是不会说话吗？啊，你男的不会说话吗？真的是。